眼睛余光一闪而过的背影，瞬间走进脑海重叠了记忆。朋友讨论都关于你的话题，传入耳中的声音略显刻意。我很努力想装作漫不经心，脸上却没有更鲜明的表情。怎有心能参与过你的爱情，这世界过并不太幸运。我什么的个人群终于得到喘息，我并没想好如何面对现在的你。该用什么语气说出口你还好吗这样的疑问句。我还是选择逃避，逃避所有眼睛，逃避交谈中